谈恋爱后遇到更心动的怎么办？大渊啊，你培养的组员很优秀啊，谢谢，合作愉快。来，这边请。组长，你要的资料我已经整理好了，我还单独阐述了概念，方便你理解。我刚好呢，又路过了。 机会难得，我女儿，有主管觉得，像明枪又碰不得。你的来了，哎，你干嘛呀？晚餐只有沙拉吗？对呀。你知道我不喜欢吃这个。那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吗？ 我好想抉择，你太随意了，把无该有人捧着。我的快乐和这世界。小李，我要的数据。组长，我来说吧，这个项目我有跟进过。 都褪去颜色，只有你是天蓝色。我们分手吧。你要不要和我说？而我的女朋友总是……哎，来来来来，大家手里边的提一下啊，这次的合作我们拿下了，今晚上聚餐我请客。我记得你之前说喜欢吃这个菜。 啊，这道菜是挺不错的。那我再去点一份吧。哎，不用不用，太麻烦了。组长，我们经理。他很好，不像我的女朋友，辛苦了，完全不在乎我的喜好。蔬菜沙拉。组长，你也喜欢吃蔬菜沙拉呀？啊，对了，服务员，你帮我打包哈，我女朋友可会比较淡，少放点调料。王总，来，感谢您的栽培。可当我真正做出选择，才发现原来的痛苦只是新鲜感作祟的错觉。 大渊，我到底哪儿比不上他？你很好，但是我要回家了。为什么？因为，哎，不说好了，家务活我来做吗？你不是腰疼吗？可是你的电脑……电脑哪有你重要啊？这一不小心触电了，怎么办？我看你也很忙，我想为你分担一点。好了好了，没事没事，我来我来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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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啊！ 我也不该逼你吃你不爱吃的螺蛳粉。鉴于你认错态度良好，喏，你的螺蛳粉。珊珊，你真好。准备好了，快吃吧。我知道你大抵是倦了，才对我这般冷漠。你上哪儿学的？你干嘛？你还要听吗？我还学了好多呢。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哎，必须听，必须听。哎，你给我下来。 我不是啊，你不是。是不是又喝了不少酒？啊，你看，我提着沙拉来见你了。我们分手吧，在你这不回消息的48分钟里，我的心就像一个大窟窿一样。你的承诺就像一张纸，想要求的原谅的话，那就提沙拉来见吧。 那这杯蜂蜜水就给你吧。你呀，胃不好，天天让我操心，以后少喝点儿。好，宝宝给我，走吧，回家。新鲜感从来都不是一道，心定。校园恋爱毕业后，爱是不是会因为很多东西逐渐消失？ 快组长，突然间，那些根本不是我们组该做的。在吗？从之前的无话不谈到现在，回家后都做着自己的事情。我们正月十号还出去玩吗？算了吧，我最近在忙一个项目。好，上学时约定半年一次的旅行也很久没去了。喂，去北京看球赛吗？有你最喜欢的球星。哎呀，算了吧，太远了，挂了啊。 算了。哎。
珊珊，大黄，变好久都没见了，感觉你都变了好多啊，有变吗？嗯，没有以前有活力了，是不是大云对你不好？没有，那就好，你们这么多年也挺不容易的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好，快去吧。是真的变了吗？或许没有。我刚刚在忙，不能全身心和你讲，现在好了。就是我刚给你发的那些，感觉他们好烦。没事儿，别不开心了。这样，我下班过后带你去吃好吃的，咱们慢慢吐槽。好。那现在就不要不开心了。好，那我也先忙。哎，珊珊，来坐。是这样的，我这个项目忙完了就可以买车了。我看你每天挤地铁，这天气也变得越来越热了，怕你受不了。这么快吗？对呀，不然你以为我这些班白加的呀？下一步呢，就是买房了，所以我们的旅行就先缓一缓。好，以后有车了，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如果我给他说了有球赛，他肯定要给我买票，还是不说了。珊珊，我这刚提回来就来接你了，怎么样？这就是你说的那个长安第二代 CS55 Plus 吗？看着比照片还好看哎。对呀，来上车，坐着感受感受。长安第二代 CS55 Plus 可以远程控制车辆，像这种夏天提前控制空调打开，这样你坐进来就不会热了。这个功能好实用啊，确实不错。我跟你讲，珊珊，你不是拿了驾照不敢上路吗？这车有 IMS 智能辅助系统，还有540度高清全景影像，这样你上路就不用担心什么了。我呢也可以坐副驾驶了。但是你还是好好教我才行啊。放心，这车动力也是杠杠的，蓝鲸新一代 N1 1.5T 高压直喷发动机，搭配蓝鲸七速湿式双离合。坐好了，我带你跑一圈感受感受。好，走吧。我来了。而现在，呦呦呦，这么多年了，感情还这么好呀？是呀，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呢？这不是专门过来给你们送请帖了吗？哎呦呦呦呦呦，帖子不错呀。哎，你们俩份子钱准备好了没有？爱不会消失，只是融入到了日常生活当中。当女朋友生气了，你会发现，素仪加一，你等等我呀，珊珊，我错了吗？哎，力量加一百，烦死了！我发现你力气还挺大的啊！哎呦，然后力量加二百，珊珊，最后听力减500，珊珊，我错了！哎，你看那男的，小情侣吵架，看我看，你干嘛呀？Well, 你别说，你生气的时候两条腿还蹬得挺快的。我们两个先冷静一下好吧。凭什么？明明就是你的问题。你什么态度呀？分手。那我进的社区老火锅。你又逃避问题。防空洞那一家吗？没豆腐嫩吗？什么逃避问题？明明每次都是你和我不在一个频道上面，还有你爱吃的西葫芦。谁让你一说话就凶我的？你还有理了？你现在又凶我，分手！西葫芦，我去吃他个5、6、7、8盘。哎，你别动不动就提分手，我现在是和你好好沟通解决问题，你别一上来先把我解决了。我不听。那某人最爱吃的虾滑可全炫我嘴里边了。你以为我想跟你吵啊？你哄我两句不就行了？态度好一点不知道啊？还有，你要是敢炫我的虾滑，我就敢炫你的头。你要不要再来碗冰粉？那你不生气了，把奶茶给我喝一口呗。就一口。就一口。你干嘛呀？你陪我奶茶，陪我奶茶。